贾乃亮一贯喜欢在微博上晒搞怪视频，今天他一连晒出两条视频，分别模仿老婆李小璐和安吉丽娜·朱莉。在视频中，贾乃亮变成锥子脸模仿李小璐，还搞笑称：大家好，我是李小璐，是亮亮的老婆，在家她最棒了，她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。在模仿朱莉时，贾乃亮将双眼皮加深，还神还原了朱莉的厚嘴唇，模仿外国人讲话的口气，笑翻网友。网友纷纷调侃称：这货又忘吃药了，你这么不要脸都能生出甜心那么可爱的姑娘，我不服，你那嘴化成灰我也认得出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I am Angelina Jolie、我在中国看到一档好笑的节目，叫做小亮亮好笑头条君、在这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亮亮。很